大型机场的建设，周边涉及到很多的大型设施的配套，特别是交通体系的配套，这些建设也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、国家战略当中交通基础设施先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将有助于整个京津冀协同地区整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、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。 所以对协同发展是具有重要的侧面。在这个杭州楼里边，我们也使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，包括我们的一些问询机器人，包括我们大量的使用人脸识别，来帮助这个旅客呀找到自己的登机口。对，通过这个地缘热泵系统以及我们场内建设的，像太阳能光伏啊、太阳能光热的这些，可再生能源的一个系统。 整个这个大型国际机场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啊，达到了10%以上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这玻璃用的都是，你看这个玻璃啊，这玻璃呢，都用一种特种玻璃，叫铝网玻璃。这个铝网玻璃就是在普通的钢化，加胶玻璃里，钢化加胶的空气层里加了一层铝网，这个铝网像个百叶一样。 这个百叶能遮挡60%的辐射，又能保证60%的光线进入室内。每一个新的一个建筑就比原有老的建筑呢，肯定会有随着技术科技的发展，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提高吧，就会有所提高。那么从这个单机场来说呢，最少是代表了目前这个已建成的这个航站楼的一个最高的水平。